新劇收視理想，李佳芯話會無任慶功。李佳芯、羅嘉良等等，尋日就出席新劇《與諜同謀》宣傳活動，二人喺席上面就互笠高帽。羅嘉良就大讚李佳芯演技好，仲話覺得佢今年有機會贏得視後一獎啊！李佳芯俾前輩咁樣讚法，梗係開心。不過佢就笑之，梗係大家俾壓力俾佢講啦。另外問到，如果新劇收視好，會唔會考慮除魔音慶功呢？李佳芯就嗰啲好冇味倒立啊，掌上壓，小幸啊，見唔見到我氣餒？好，我唱歌俾大家聽。你唔似戰同阿盧家一齊唱歌。好衰，你好衰。好衰咩好唱歌唱歌三十點，我應承大家唱歌。盧嘉良佢哋話點問我點解唔同你唱主題曲？點解啊？感謝咧，但係你唱歌好聽，但係你睇佢哋笑到。佢想小行喎，你得閒上 YouTube 睇。好啊好啊，你先重唱嗰啲手指嚟，玩玩先。你先激死我。